我一个小的昵称叫西雅图呼叫我。100。OK。我比较近。100。对，我会送人花。送谁花？但没有，我比较喜欢送香蕉啊。送谁？对，我比较喜欢吃其他东西。不是，我不喜欢吃猪，但是我比较喜欢。他在西雅图的两颗蛋，就是 Amazon 很有。这么好笑？这是两颗蛋啊。欢迎收看 Kelly Channel， 我是 Kelly。我现在人在西雅图，然后我来西雅图的原因，很多观众之前都有猜到，我就是要来找 Terry 拍影片。然后今天我姐姐会一整天跟着我，她现在就是长进的那个人，当我的小助理，帮我记录工作一整天的侧拍。我现在进去找 Terry 吧 ，Go， Hello。你有跟其他人拍过 vlog 吗？没有哎。真的吗？所以我是第一个。对。这个是西雅图最有名的汉堡包店，叫看起来好可爱哦。如果我没有说她是我姐姐的话，你觉得我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我觉得，嗯，超重要。我觉得不会是姐妹。你觉得我们长得不像吗？是啊，不一样。Really？ 大家都会以为我们是双胞胎。可是我觉得你会比较像姐姐。不是，没有。谁？不是，不是长相，不是长相，是给人的感觉。一个姐姐的气场，比较照顾人，这样。对，比较会照顾人。真的从来没有人觉得我是妹妹过 ，like 我问的所有人里面，因为你们两个的 vibe 感觉就不太像。过关过关，对，没有 offend 到，没有 offend， 真的超强的哇！大家看一下第一家星巴克的队伍，已经长到我们应该不排吧？我觉得可能要排大概一个小时啊。前面看到招牌了，为了喝一杯星巴克排一个小时。这家是 Bill Gates 最喜欢的哦，真的哦，那他要排队吗？他不想来，他不想来。Bill Gates 可能自己有一家星巴克，来西雅图呢，观光客最喜欢来的就是这一家星巴克。嗯，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家星巴克更有名。哪一家？在 Capitol Hill，嗯，也可以去，嗯，人也蛮多的，但是应该不用排队。看起来座位比较多吧？我记得印象中。我觉得那家比较大一点。嗯，它里面会有限量的，就是第一家的商品。哦，是哦，就是只有他们家有卖。今天西雅图天气超好哎，欸，我真的感到花不出来，已经。绵绵好几个月，然后你一来天气就好了。现在我们来到西雅图最有名的叫 Public Market Pike Place Market， Pike Place Market， 对 Farmers Market 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就是专门卖农产品的一个地方。但这边有海港，所以它是卖海鲜。海鲜，然后也有农夫的东西。那你知道什么人会来这边买吗？人傻钱多人，观光客。里面是特别高级的海鲜，特别贵。也没有很高级，就是很贵。就是，对，你等下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说人傻钱多。超大龙虾尾，一磅要80块，我拿一下。应该是3磅，我觉得这样要。我一个小的昵称叫西雅图呼叫我，你猜这个多少钱？这一只尾巴？200块。我觉得是250。你问一下老板。How many pounds is the tail? About two pounds. 100。OK。我比较近。100。对。它是阿拉斯加，它不是西雅图。对啊，我跟你讲啊，这边都骗你的啊。一个就要3块钱，很贵哎。Terry 会买花吗？我会送人花。送谁花？但没有，我比较喜欢送香蕉啊。送谁？对，嗯，他就问你说为什么送香蕉？嗯，就说这是 appealing。哎，欸，这蛮好笑，好土啊，哦！有一只猪在这里。我比较喜欢吃其他东西，不是我不喜欢吃猪，但是我比较喜欢，我是很认真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帮大家暂停。当时 COVID 的时候，它全部取消。哦，真的假的？对。然后又粘回来。不粘回来，这是新的。按它，它还会凹进去的。它是软。要试试看，你要做，这样观众就会觉得哇，艾莉好认真哦，还是。我不是这个 image 的。哦，就是你第一次来西雅图的话，我觉得可以来看一下，这样蛮特别的。哦。我以为你又在铺什么梗，我都在等你。我哪那么多梗啊？这个 cheese 发现人超多， Terry 说这家很有名，这家是现做的，就是他，哦，他那个机器，他直接把 cheese 给做好。哦，
哦，那里有一大个破哎，我们过去看，它一大个跟游泳池一样大的在做气的，好酷哦，看得到吗？现在在西雅图的两颗蛋，就是 Amazon 很有，这个好笑，这是两颗蛋啊，中文叫两颗蛋，英文叫 Sphere， 嗯，是不是？对对，然后是西雅图专业观光大使为我们解说。Amazon 呢有名的就是一根香蕉，还有。Oh no！这是西雅图地标，算是地标，就是里面是生态，小型生态，就是有什么花花草草啊。你有进去过吗？我没有进去过。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傻眼，就我以为它更大，结果它很小。怎么啦？没有，我没有在。没有啊，你现在进去应该会有人，很多人在里面工作。哦，真的假的？对，因为 Amazon 通常加班文化很严重。哦，这个是那个很有名叫 Banana Stand， 通常观光客来或者任何人只要来这边经过，他们在这边平日周一到周五都会发香蕉，只要是路过人都可以拿。哦，真的哦？然后就可以边吃香蕉边看这个球。这里真的很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种 vibe。 有没有比 downtown 好？有没有比那个？所以这里不叫 downtown， 这里是 SLU。 好，那我喜欢 SLU more than downtown。 大家都喜欢 SLU。 对啊，就这里比较安全感觉，就整体，而且这些大楼看起来都很新，我可能就喜欢这种 tech。 你喜欢新的大楼的办公室？对，虽然很多是办公室，但是有一些也是住宅。我觉得如果我住在这里，我也会很喜欢这个街景。现在面前是 Space Needle， 我们从车里面看这个，就不下车看了。西雅图地标，太空针，太空针，太空针。对，你知道上海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知道，就那个叫什么东方明珠。对，然后多伦多有一个类似这样子。世界总共三根嘛，这叫四级。什么叫什么？就是世界著名三根的，就这三根的，具体由来什么我不知道。太空针。是为了1962年举行的世博会而建设。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吃一个 fish and chips， Ivars， 应该是叫 Ivars， 是你很常来吃的吗？我觉得是西雅图最好吃的。sorry， 没事。fish and chips 也是 Bill Gates 最喜欢吃的。Bill Gates 最喜欢来的、啊。哦，真的、哦？是这一家吗？还是它是连锁？这一家，就这一家，对，就这一家。因为它 fish and chips 真的是很好吃。就不是开玩笑的。好，试试看。这个地方其实不属于观光区所以其实会来吃的人都是 local， 像我们这种懂吃的人来。okay. 哦，他有敲人。你通常都点哪一个？我通常就点 fish and chips， 对，我觉得那个是最好吃的。Yeah， so we're filming a video and we heard that Bill Gates comes here once in a while. Is that true or? Yeah. Do you meet him? Sometimes. You know, but way back before. Way back before. Yeah, right? Way back before. Melinda Gates. Is our, you know, is our guest inside the restaurant. Okay. 我们来湖边吃 fish and chips. 我们点了一个 fish and chips， 一个 chowder。我们来看一下搭讪阿姨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给多给我们两片。你真的很强哎。我通常不是那种会跟路人聊太多的那种，那个所以。还有个桥哎。对啊，很漂亮，这个景很像可以假装是塞纳河之类的。其实这边有个昵称叫做小旧金山。哦，真的吗？就是一个。为什么要叫小旧金山？没有乱称。是一个薯条。哦，我拿了两个。你要偷拍它？好。先吃鱼啊，鱼是最这边最有名的。有没有很嫩？嗯，蛮好吃的。嗯，就不会很油腻的感觉。它虽然是炸的，可是皮不会很厚，很清爽的 fish。就是你跟其他炸鱼来说，而且它不会很硬，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吃那种炸鱼，它会炸得很硬，然后很干。但是它里面那个鱼其实不会很干，然后它皮又不会很厚，就不会很油的感觉。这鱼就是它。Q 弹的那个程度，就像一只海里面的海龟一样，顺着洋流游下去那种感觉。它那个 Q 弹，确定海龟有在顺着洋流在流游吗？嗯，好喝哎。嗯，它里面是有一个什么蟹肉之类的，什么肉吗？蛮好喝的。就很浓，很 creamy。Bill Gates 以前常来这种鱼的吗？有，我们现在做的跟富豪一样的事情。
其实当个有钱人也就这么简单。期待你成为第二个客户，我再来拜访你。Bill Gates 的生活也就这样吧，对对对。要介绍一下吗？哎，不要。本来突然想做个诗的。这个桥叫做西雅图大桥。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桥叫什么，但是说实话啦，还挺漂亮的。就是你知道这个桥是连接哪里吗？不知道。那个这个地方叫做 Capitol Hill。那个地方就是西雅图。所以它是一个连接起来的一个地方。对。至少这个有认真讲。有认真讲。有有有，这个不是胡乱的，这是花絮版。因为只能说他们那个就是拍照比较适合，但是 YouTube 的话就要适合这种上面一颗这样子。这有什么用啊？算了，算了，没用过的。没有。不知道业余跟专业区别。啊，开始。我现在很紧张，然后现在一点不紧张。哎，这是你写的。好，还是聊我写的。其实没什么差，因为反正都要过一遍。我是 Kelly 是 YouTuber， 还不敢称是 YouTuber， 算是了算是了。Kelly 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是完全公司，收入的话还算是不错。结束啦。为什么 Terry 有两个奖牌？而且这个，你知道为什么有两个吗？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够够帅，就会有两个。这个是那个啊，这个是正常的。第一次给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YouTube 出错了，他就问我他问我要不要再要。哦，真的假的？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就直接这个。是你指名要帅瑞的吗？这个你可以自己写。对啊，你要写什么都可以。什么？你是凯莉，然后叫美丽。靠，好怂啊！好怂啊 ！Kelly 凯莉，然后变 Kelly 美丽。好，那我们今天的一日车拍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